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了。你们看一下，这边一面，这边这么多，这边这么多，这边这边全是，总共是有120多只猫，装了差不多整整100个笼子。现在是晚上的7:30了，从下午2点搞了5个小时啊，前前后后终于把这些猫给装上了。这也是我有史以来收猫收的最多的一次，也是一次豪赌吧。我觉得弄这么多猫回去能不能卖得掉，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。因为上一次去武汉只收了几十只，这一次是100多只，量多了这么多，叫了一个中大型的面包车，那司机在外面，人家就帮我一起装了，装上车了啊，辛苦了，没事。然后问一下你啊，车拖回去是多少钱？2800。你们觉得拖100多只猫从深圳拖到长沙2800块钱贵不贵？只是说猫一定就是说要稳妥，要稳妥。那个猫呢也没有带你们看的特别全面啊，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只猫嘛。然后回长沙的话，我也会就是说带你们认真的去看，我也会开直播吧，因为毕竟这么多猫一下肯定是整不出去的。等我消化完这一批，还有谁的猫舍倒闭了，咱接着来盘，好吧？全国各地捐盘倒闭的猫舍，咱就有这个实力。好了，咱们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成功的拿下120多只金渐层、银渐层经典银眼。汇报一下，汇报一下啊！最多的一次把人家拉了个狗，拉的是不是拉布拉多？呼啦啦不是拉布拉多吗？来深圳拧螺丝是吧？最近生意不是蛮好啊，搞兼职，开开货来拉看看。兄弟们，拉货去了啊！祝你们一路顺风。